今天没有别的目标，请大家跟我一起拿下总冠军。大智丹的第一轰出来了！哇，岳振华太不可思议了！轮到的是新同学陈俊秀。再见，雷达！再见，雷达！回望落空，这个球精彩。回望落空，哇，这一球就克敌制胜，帅啦！也结束这个半决赛，成功守住中信兄弟的最后一关。世界的游击金手套，去了啊！哇，双响炮啊！下半赛季的冠军中信兄弟，再见，登顶了！哇，